佛安吉祥。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，星期五，农历8月25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陈安。今天是五福临门的吉祥日，愿佛光普照，福气围绕，带给你无尽的安康与喜悦。在这充满福报的日子里，愿五福随你同行，一福寿长无边，健康平安相伴；二福富贵盈门，财源广进，事业腾飞；三福康宁吉祥，身心安泰，烦恼远离；四福修得好善，正念长存，福慧增长；五福善终圆满，福德双修，心境自在安稳。愿你的财运如东海般无尽，财源滚滚来，名利双收。正如佛法所教导，善心生福，福不离身。你所行之善将成为无尽的福报，护佑你在事业生活中节节高升，名利双收。祝你福星高照，财源滚滚，招财进宝，金银满仓，如佛光加持，时时拥有无边的吉祥与繁荣，生活如意美满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幸福和福报总伴随左右，让每一刻都充满光明与希望。愿你鸿福齐天，事事顺遂，荣华富贵，金玉满堂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天天笑口常开，事事顺心如意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你今日万事如意，福慧双增，健康快乐。愿佛陀护佑，让你今天的每一步都走得顺遂安稳。正如佛法所言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心常安住于平和与喜乐之中。愿你不仅得享外在的安康，更能拥有内在的宁静与智慧。晨起时分，如佛法所示，心若清净，诸善悉至，心地清明，万般吉祥随之而来。愿今日好运如风而至，快乐伴随你日日月月，佛光普照，烦恼皆散。愿你心无挂碍，安享每一刻的幸福与快乐。正如佛法所教导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愿你不执着于过往，也不恐惧未来，心怀自在，万事皆随顺而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你一帆风顺，家和万事兴。这份和谐与幸福正是佛法所说的福德之果，福慧双修，生活如意。愿你的家人平安健康，事业兴旺，福报如潮，随时随地心境愉悦，无忧无虑。